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人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惊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阿宏。无所不谈，这个节目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众，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两点到四点，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努力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人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在座些朋友、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那么，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，这个节目是伫阿宏中央电台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时两点开始到四点。伊阮有小弟，那么甲咱朋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。那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咱这个电话依然是活动树林定庆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来，咱继续过来看社会新闻吼。那么这个恶龙哦，偷看车骗工的孙子呢？叫人帮忙，啊来堆贼啊！伊家己本身就贼啊，讲叫人，伊也斗帮忙，啊来介个时阵啊，斗掠贼就对了。将人载去山区的，啊要共性侵呐、啊！来，那么这是《自由时报》啊。2013年10月18日早起6:10，南投报道哈，这个南投惊团恶龙，假好心真性侵哦，啊，佫将未婚伊的这个孝女拍伤，恐惊哦，会变成这个植物人，诶，这个惊接案就对了哈、哦，那么跳车。比
被拍就对了，哦，好路，恐惊变成这个植物人。那么性侵前科的这个累犯朱阿豪，看着林姓这个女子哈，面貌比较的袂歹就对了，哈，哦，先偷伊的这个机车、藏车，然后的时阵啊，伊才讲的时阵啊，要载林女去追偷车的这个贼啊。将到伊再往这个荒郊野外，啊，要叫个性侵啊！林女看到情势无好，就跳车啦，哦。那么遭受主的重击头部，啊，来昏迷。因为吼，伊个孙仔呢，这个柔道的啦，三段高手，伊个这个红名钦啊，哦。路过见义勇为，吼、哦！经过孙阿娘一番的这个拼斗了后，吼、哦，倒的孙阿娘撞到这个主嫌啊，吼、哦！伊个孙阿娘来个拍走哩。那么警方昨早起就抓到主嫌哩。那么南投警方以妨碍性自主、致重伤等罪。声押获准啊，但是林女吼依然是昏迷，恐惊变成植物人安尼。那么这个鉴定调查，本月一日暗间六点外，51岁朱姓朱嫌啊，在南投县草屯镇一间大卖场伊的这个门口，哦，看到身材。啊，甲面貌袂歹，伊个即个林女，吼、哦，无备机车，而且个锁匙，就入去买物件啦，吼、哦。所以主持故意偷车，啊，去迄个藏就对了。啊，这伊即马即个林女出来讲，哎呦，奇怪，啊，我个机车哪会无去啊？吼、哦，啊，即个主持就讲，啊，安那？啊！你的机车放去哦，哦，无要紧，无要紧，我载你来追贼啊，吼、哦，追，甲你偷干车，安尼啦。所以孙阿娘，当然啦，啊，这个林女车放去，就咧着急要找车，吼、哦。啊，那么一个，这个外头的徛，哦，伊讲哦孙，这个朱女甲骗讲的孙啊，有一个外头吼徛。騎走你的車啦，我載你去甲堆，安尼啦。林女吼，信以為真就對啦。啊，當然啦，伊出來就毋知即個主咧想鬼頭鬼腦哩。所以孫阿娘，即個被看到，伫咧公路右吼，無小心吼去，家己去的孫阿娘。跋倒的就对了，摔车了。那么朱嫌载林女往这个九龙山公墓也这个山路了。林女吼、哦、发觉讲不妙，情急就跳车。那么鉴定研判，朱嫌停车抓这个林女，以异物吼、哦，就是讲唔知什么款的这个物件呢？将到林女吼，该降分去就对了。那么提出，这么伊被藏伫个这个加大风伊的这个嘴啊，哇，并把伊的手、脚拄啊好的时阵啊，呢南投地检署永固关护人洪明钦为山顶的这个江寮落山，而这个。经过就对，那么落车查看，朱嫌骗讲的孙阿林女是伊的这个女友啊，吼、哦，无小心啊去，算讲跋倒就对了，因无带手机啊，无法度人叫救护车啦。那么洪明钦就拨这个119的，却看到这个朱的吼，戴着这个安全帽啊，发动机车就。走啊啦！即马红的吼、
眼明手快，抓到机车，伊个这个零头啦，哦，可能这个手腕的款，哦，伊个孙阿娘踢倒机车，两个人极力啊来扭拍，那么厝个拿出这个，算讲顽固的这个情理，哦，做事要开枪啦。却被柔道三段的这个洪明钦来制服，搁再夺枪，夺枪，等伫个这个坎卡就对了，哦。那么朱个赶紧吼，啊，就腾车卡，就落跑啊哩。洪个除了数百公尺，因为担心林女伊的这个安危，你走倒转去就对了。当时林女受重伤，恶吐。一直吼、哦，伫讲头疼呢呐，啊，那么救护车将伊送医，转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的这个病院进行头部伊的这个抢术，哇，这个脑内面出血款吼，那么到今日，医院昏迷指数是3，恐惊变成植物人啊。那么警方伊伫咧讲啦，受害即个林女甲因老爸啊相依为命，相当的即个孝顺。那么伫咧即个洪明钦协助之下，草屯警方伫咧即个博坎卡的即个所在，找到朱伊的即个顽固枪，并伫咧朱的即个机车顶头发觉讲伊买的即个农药啦。动棍、锁啊，啊个不明的这个药物，以车追人，查出主嫌，赶赴到这个主的住的这个所在，外面啊来埋伏。但是主的吼，秘伫个厝内哩，唔敢开灯，吼、哦，大小便就伫个内面，就伫个解决就对啦。昨透早警方再度上门，伊个厝内人又按骗讲。伊真侪工无转来啊啦，吼、哦！警方决定，吼、哦，伊个孙阿娘弄门、踢门就对啦，吼、哦！伊个孙阿娘入去，主嫌才开门就擒就对啦，吼、哦！那么主个看到警察，就真讲，吼、哦，状况卖啥啦，吼、哦！伊头壳都弄地板啦、啊，吼、哦！伊讲家己有精神病、啊。哦，好人要性侵这个林女嘞，哈、哦！只要伊甲伊的这个，哦，只要伊甲伊交朋友啊，啊，佫是个孙安尼啊，哦，伊是家己跋倒重伤的啦。但是洪明钦伊的这个行车记录器，伊录下这个主的提着雪茄，这个夹带，等等的孙啊，犯案的这个过程啦。警方调查，本月一日早起，主的用过同款的这个手法，伊原本骗另外一个妇人呐。那么，但是伊拒绝啦，吼、哦。那么，讲伊家己去报案呐，吼、哦。那么拒绝坐伊的这个机车啦，才躲过一劫安尼呐，吼、哦。啊，你个想看没有？像这种的哦，我定定伫咧讲。台湾的这个法律哦，需要，也是讲哦，你即马愈改愈轻，你大家拢安尼啦，啊，或者一寡百姓哦，啊，愈弄安尼，啊，所以哦，法是愈来是愈轻的，啊，所以哦，歹人是愈来愈嚣张，这哦，因为难怪啦，你甲看，要是较早阮做囡仔时阵，当迄种那有啥物，贼嘛足少的。犯案的嘛，拢足少的，他有啥物？即满遐济骗案啊！那么漳州哩那个，一个漳州哩啊，大州哩，我咧接到诈骗集团的这个电话咧啊，嗯，因为我接过几啊遍啊，伊阿个孙阿娘大陆腔啊，迄小姐拢大陆转来，啊，我电话有分机咧，我分。分机分两个机，参主机三机电话咧。啊，那么我听迄机电话无迄个算讲显示的吼，
无显示的这个电话号码，所以我听到人呢都怪怪啊。安怎呢？伊讲你是毋是什么人啊？哦，姓甲名拢甲你讲出哦。哦，你是毋是姓什么人就？就对啦。姓名拢甲你叫出来。安尼我讲要从啥？啊，伊讲你是毋是就对？要印证安尼就对啦。是毋是？是本人安尼啦。我就知影，我之前就接过啊你。唔了个妈啦，对唔对啦？电话就甲挂断去。哦，伊真嚣张呢，之前嘛是同款。进前的孙阿娘，搁换的孙阿娘，查某的卡我切掉，切掉卡来我切掉，我拢无接着着。搁来的孙阿娘，搁卡来哦，哎，就免钱的你，吼、哦，啊，刷落去，迄个查甫的呢，伊讲你是哪个，哪个切掉的？讲，甲你切掉的是安怎？啊，刷落我就骂，对不对啦？吼、哦，哎，就伊嘛是迄类啊。我讲像这种的时阵，这尼啊嚣张，你甲想看卖啊？啊，人家切电话，伊个卡讲，啊，你是啊，甲我的时阵呢，切电话，啊，你甲想看卖啊？啊，所以像这种的啊，歹人，你甲想看卖啊？结果我入来我的这个播音室，吼、哦，这个看我的这个显示的这个电话吼，显示的迄个号码吼。结果看，无唔对啊！伊个头啊是空空九的了，再八八六的，所以大六啦，哦大六转过来。所以我定下咧讲，像这政府啊，实在是要安怎讲，嘛是人民啊，对不对？来了人民，你就当要惨，什么咧做伤重啦，无就什么遐啦。当然啦，这政府啦要愈盖愈轻啊，就是安尼死啊。你甲看，即卖孙安尼啊。这个网络的，吼、哦，也是那尼啊，刚入侵，对不对？偷摕人的这个资料，种种的，你甲想看嘛？要较早的人哪敢呢？拢嘛真慎重啊，对不对啦？较早犯罪吼，拢是真见效的，所以较早的时代人拢嘛交代，啊，你唔能跟人乌白来啦，无迄款的啦，拢安尼。所以较早人，唔是讲，是较。中好，哦，袂安尼灰灰散做啦，唔是讲唔敢做啦，实是较早吼，伫教育是真好，结果即马教育你甲看，考袂到就讲啥物高中啊、大学、硕士、博士有效无？无效啦，较早真少国校毕业的，你敢知？因为较早吼散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迄阵啊，迄阵啊，尔趁钱嘛拄啊糊口啦，尔，对唔对啦？那有通好怎？即卖社会，大项有。好啦，咱讲到这结束，其他下周会讲这个网络，讲这個时间，继续收看。阿宏，说不完，再见，拜拜。